那些 special contribution， 以前我们拿了一个特别奉献，现在我们没有特别奉献，我们只是把这个奉献拿了拨款，然后给他们去做一些经费。下一个。OK， 在然后呢，在我们拿到这个款项的时候，在两个月里面，我们把这个款项给分发给这两间教会，就在一个月里面我们收了，然后两个月里面把它给分发了，然后我们还。 在这个银行里面，有一个特别户口是给这个教会基金的，宣教基金的。然后呢，所有的款项只是做一个基金里面去拨款给这些宣教士。Next slide，next slide，next。这个是我们向政府得到一个许可证，这个许可证呢，是我们需要，如果我们要筹款的话，一定要有许可证。 所以政府已经批发给我们了，很感谢神。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战战兢兢的，为什么？怎么迟还没有批发？所以在上个星期政府已经批发给我们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存款了。现在，Amen。Next。所以这些款项呢，是给这两对夫妇，他们叫 Stephen 和李天，还有 Bruce， 还有就是 Bruce， 他们在新加坡，他们是新加坡人，然后可是他们去芙蓉那边传道，他们得到的全部是马币。你们知道马币现在蛮地的，对吗？很多新加坡的弟兄姐妹们去JB消费吗？蒙群告诉我说，我们现在是报复性的消费，报复性的旅游全部是在马来西亚。我希望我们能够设想在这个月里面，进食祷告的，叫。 神打动我们的心，用我们的心，还有圣灵感动我们，去想要拨多少的款项来帮助这些弟兄姐妹。其中，我也想到 Stephen 李杰他们有三个孩子，其中一个第二个儿子呢，他有肾脏病，而且呢，他不可能，他的身体不可以有胰岛素，所以呢，很多时候都要打针维持他的生命，所以他的生活也是蛮艰苦的。 OK，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慷慨解囊，为这些弟兄姐妹着想，去能够支持他们，为神宣道。Next， 我们需要多少呢？其实不多，你看那个数目很多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出一份力的话，这四万多，还有四万多两间教会，每间教会四万多，其实是不多的。可是我希望我们能够。 因为圣灵感动，然后我们才打开我们的钱包，不要去看多少，也要看的啊！你刚刚量力而为，最重要是要能够圣灵感动，你去做这些东西。这也是里面我们所要给你看的大概里面我们所支付的东西是什么，每一样东西我们都是。
被圣灵调理的写下来，他们也是给我们看他们需要的是什么，其中有的是他们的薪水，有一些是他们的场所里面我们要付的进的一些经费。 OK， 好了，我们就谈到这里，就是那个密码，那个 QR code， 你们可以把它给拍下来。我们现在我所说的一切呢，都不在网上能够看得到的，因为我们不能够在网上里面做这些宣传，我们只能够在教会里面做这些宣传，好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这个 QR code 的话，你们可以传给那些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传给你的朋友。OK， 除非你的朋友说我要给，这没办法啊，不可以。如果他要给10万的话，你说还不要给，不用给，没关系，让他给，你就拿他的钱然后给，没关系的。OK， 可是我们不能够到处的去宣扬说我们要在不求是一些基金，我们只是在教会里面去交了这些里面捐款就行了。好，我就谈到这里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时间 ，Thank you。OK， 好啊，谢谢大家，也鼓励大家，我们一起加油嘛，在这奉献方面，希望大家可以呢去捐献，有没？好，今天聚会呢是倒数结束，我们可以站起来彼此交流，谢谢大家。